你现在专业的能力是什么？目前的专业能力。How do you make money in this world? What the market pay you for? No, what the market pay you for? 我每次跟我的 team 讲，你读了这么半死，拿到 CGPA 4.0 也好，拿到 3.8 也好 ，3.6 也好，你的父母亲把他全部的储蓄用在你身上也好，或是你的 PPPDN 还要还钱的好 ，You know what is it? 他没有教你的东西叫 street smart， 随机应变。Do you understand?看整个场的情况来做决定，听得懂了没有 ？Take risk and then 做一些决定，然后承受那个后面的后果。Do you understand? 这些学校没有教你的。But in real business world, you have to be very smart, much, much, much smart than 你在学校读书。因为学校读书是给你一个 formula， 给着你照读什么，考回来分数多少就可以了。你只要管你自己一个人了。所以那天有一个很 smart 的人，那天在 KL 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他讲说，我什么问题给我，我都没有不能解决的。他第一句话跟我讲的嘛，年轻人来的。然后第二句话跟我讲说，只有人这一个，我到现在都不能解决。